啊，这个程咬金不是最后有被动减伤害的吗？留个一技能啊！哎，朋友，你不会死了吧？越塔玩这么刺激，打得不错。哦，不，不要去骚扰他，他自己卡兵线玩得很开心，我们就别去管他了，别管他。我这已经躲了他一个二技能，但是我没有后续了，不然他肯定死了。我们继续拿野怪吧，不慌。这个中路兵线留给他，你不要去骚扰他发育，不然这个中路又要挂机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现在这个节奏比较稳，他们那可露露自己杀自己了一波，好吧？上路也不用管了，我们应该去帮下路或者帮中路打出优势后拿一波暴君，哎，这个游戏就稳了。好吧，嗯，往这边看，下路两三个人，他有没有进化拉走位，一反手一个大刀顶了进去，但是实在没有伤害去扛了，往下面走是吧，有一个残血，我发进攻，看这波怎么打，快，这里他在哪，刺 A 二技能躲 AA 再刺 AA 大招刷，这都没死，回啊、不回，哎有点痛，吃口药，好，他把他杀了，那我不管了，把这个打野刀买了，嗯，啊，我发现我刚刚那个大招怎么刷下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好，过去刷个大，不慌，好，刷不了，吃口药，往这边看，不着急，一技能满的好，他在推，我打一下暴君，一。刺 A 二技能 AAA 大招大，奶歪了，这暴君成别人的了，我刚才没打到，我刚才那个大招没打到他吗？这么假的，哇，这一波好亏啊，早知道不管那个什么花木兰了。有没有搞错，朋友？又很被动了。项羽莫名其妙起来了呀！上路来了，对的，来我，漂亮，带这个塔是吧，我刚二技能躲了他那关键性的一踩，他们就很难受了，拿他们家野怪，刷中路，拿边翼带下路，都在蹲下路，机会来了，大招留不留得住，刺 A 惩戒 A 扛两下，二技能回来，七波血，一二三四，那就带塔了，这边塔刚好进来，我觉得好像在这里面吧，哟，不在，赶紧把塔给拿了，不要总是杀人呐，能带塔的时候还带塔，这个队友不喜欢带塔，咱们带。好像蓝 buff 是有的吧，那可露露在，捏一手大招反一手蓝，他应该拿我没什么办法，
啊，我这个大招捏着他，他也不敢折腾我，他直接这个蓝 buff 放弃了。那我们直接去继续刷这个鸟。啊，双 buff 一拿，中路可以用这个小熊去刺个大，但他们人都走开了。啊，有大招了，过去消耗一波。好，继续来过来刷，不着急。现在怎么办？暴君我觉得可以去折腾一下。他知道我在，但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我大招捏在这里他也不敢过来，对吧？他过来没有意义的呀。好，他们过来了。哎，这都能抢，我为什么舍不得重建？我怕是个妖怪吧。我为什么舍不得重建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好高！哎，被举高高了，不小心，太跳了，可恶啊！又玩开心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波要炸了吧？反手一二技能，他这能回血，朋友，哇，痛啊！能啥？为了和平发育、稳健发展，我们决定还是掏出一手名刀。虽然我很想补破军，但我觉得这个名刀意义至关重要。我来了，别怕。说好的别怕呢？对，完美。哇，朋友，好难受啊！我没怕，他怕了呀。这怎么玩？哇！哟，别搞！这真的是玩个屁呀！什么意思嘛？啊，真的真的烦。
你是可以的。我真的是顶的，我真的是浑身难受，这个项羽。你告诉我们这边怎么打，到底有没有会玩的。又在干嘛？不要搞了，好吧？到底有没有用啊？真的是难受。就推的我动都动不了一下子，哎，没法玩。爆炸，下一把。完了，我这个连胜就这样被终结了。哎，关羽项羽，辅助打得不错，下一把。这阵容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这阵容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好吧？没办法。轮到敌方，禁用英雄。禁用英雄。哪边愿意选肉，哪边就容易赢。我们这边有三个肉啊，好吧，没人会打输出。啊，谢谢大宝贝，谢谢唱山歌的小男孩，谢谢。并不是很想打辅助，盾山，乖乖，好，谢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。我是准备玩钟馗的，后来看了一眼我们这边肉不是很多，三脆皮都已经放到脸上了。他玩谁？赛季爬坑之行。
小光头不太肉，还行吧。嗯。Let's go。人呢？这把必输。为什么？小白起。哎，他撞我一下，这么痛的吗？哎，我亏了呀，我没回血。我去把兵线给清了。错了没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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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错了。吃口药。抓了个野。疯狂刷。加走位。气不气？下路。哎，看到没？活下去好吗？活下去。感觉打不出压制效果呀。别吧，我们拿他没什么办法，朋友。打暴君。是的，暴君无敌，下路三个，这个暴君稳拿。四个人，乖乖，行不行？他应该守得住吧？好，他守得住，我们安心带上路塔。哇，他两炮打死一个，三个，哎呦，呦！哎呦，他差一点要四杀了，朋友。这黄忠有点老黄忠的意思啊。啊，别，我开玩笑了。我认为我能越塔把他杀掉，我又活在梦里了。讲道理，你认真的？他四级了，算了吧，不好吧？小拉走位，一技能 A， 二技能 A。小左卫，哎呀，摔得好啊！吃口药，啊，打他屁股。一技能，哎，二技能，哎，闪现，告辞。死两个不行，哎呀，我还是得死吧，哇哇！这不是浪得慌吗？还想把这个兄弟给杀了，这不是搞事吗？又瞎玩，尴尬。没事。一切都很稳，眩晕，转他，拍，最后一下，没打到。闪现吹，你这打得死啊？好吧。呀，这两颗雷，哟，这黄忠有点东西。哎，他会玩呢。他这两颗雷惊讶到我了，有个残血死不了，有个红 buff， 我感觉很好。你能不能别哎，可以看哎，我为什么哎？你看这个拳头真是手贱，结果他也不理我。好，谢谢张大仙带我打王者，行不行？这个我一般都是单排的，好吧，同学。闪现撞墙了，我闪现真的撞墙了吗？我感觉没撞啊，只是一厘米位移而已啊。好，让他拉我一下，拉我啊，没事。刷兵，小伙子，吃口药。
啊，这个人死了，亲他们家野，没事做。买装备，遭遇了吗？他没下来，上路继续带压线。谢谢赚杀 XP， 谢谢你。你现在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应该换条线，我不想跟这个白起耗着。但我换了线，我也打不死这个程咬金。宗师之力，游戏结束。哎，我发现我好像我已经有3天没玩过一把花木兰了吧？是这样的吗，朋友们？有人有印象吗？这花木兰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了。之前还每一盘总看得到有人选花木兰，现在选花木兰跟达摩差距太大了呀。这花木兰花里胡哨弄来弄去的，不是达摩一拳把别人打爆，对吧？你现在还有人喜欢玩，还有人喜欢玩这个花木兰吗？我觉得渐渐变少了。你看，打了一晚上就一把花木兰出来了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不是我不愿意玩了，是好像大家都不喜欢玩了，那就算了。一闪来一波，说得好。他就这么逼我回去。有蓝 buff 了。买装备。上路带。这有蓝 buff 就不用回家了，很稳，好吧。怕什么？把他背回去了。特。背我？你在开玩笑啊？错了没？我是你能背的吗？买装备。哎，没过去。有！哎呦，我浪了！哎呀，我真的是跳的飞起，还在这里乱秀，把他踹到墙上，我直接二段走就行了。我非要去那里玩个七，没七出来，抱歉。下路带吧。哎，你们跟着刷七干嘛？你又不懂七的奥义，好吧，别闹。一马大，哎，大大，我大。把我卡了动不了，这太过分了吧？还太像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我在上天，欧比他看了没？再一起来拍一下，有了一波了。啊，可以，我一技能抬了进去，我就被怼了两下，我就半天打不出伤害。你赶紧一波啦！你回去干嘛？我在天上看着你们，我的队友。啊，我在天上看着很好，我感觉不错。我一过去被那个盾山顶了一下，我那个大不出来，好吧。我很难受，加一把。有些人说这一把跟我没关系。我在天上注给我的队友注入灵魂，好吗？加伤害的，不管你信不信。我看着我的队友翱翔了。这不是我进去吃了个大招，把这个大招开了一波，晕到他们一秒钟，就是这一秒，够了。你这个达摩交了大，你还不去死，你还活着干嘛？对不对？我们打上单要有上单的自觉性。啊，大招一交，拜拜啊！谢谢旅人柳香，谢谢你的飞机。
啊，我在一楼，我也很紧张。好，谢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谢谢。那可露露，哎呦，好久没玩荒蛮了，是不是要打一波荒蛮了？不然我这个啪啪沉默杀都要忘记了。讲道理，花木兰走一走，他们有没有人？你看五楼这个名字多好，我贼爱学习。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同学，他这个名字叫得鼓舞人心。啊，先分享一下你的歌单，你去网易音乐搜张大仙就有了呀。哦，荣耀张大仙，荣耀张大仙，这就是我，好吧，嗯。然后推荐你听一首歌。好吧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我发现好多人喜欢这个什么。什么？两个射手？看，送起来了！哎呀，这个日子过得好啊！我们啊啊！我们没法师，他们是没什么，他们为什么两个这个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中 ，OK， 花木兰中，你怕不怕？怕就完事儿了。那不是你是我练就的必杀。抢抢抢抢抢抢抢，一个都抢不到。哎，如果我们这个阵容被打输了，会不会很气气啊？我们好像没法师，手不够长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下路要去抓他了，他被打成这样了。真的没招，是我的战斗场景。再见。小走位，小哎，这边不慌。啊，没搞错，这我们打不过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我们这怎么打不过呢？这下路塔还没了，哇，这个阵容把我们按在地上锤，有没有搞错？好了，我们炸了。人家双射手把我们按在地上打，而且别人四级了，我也看不懂为什么人家四级了，你给我个理由，他为什么没四级啊？这人家干嘛？有没有搞错？
怕是玩了个假游戏吧？这都是别人的人头，都是辅助的人头，可。中路兵线没了。啊，我看不懂啊，为什么上路？为什么上路压了他一级啊？这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哭了。我感觉压力很大，然后推不上去了。炸裂！2500、3100，中路塔又要没了。我好脆呀！没法玩，我先以为对面双射手，差不多三射手了，我们这一把赢定了，结果要活在梦里了。
确信。让我思考一下。打钱吧，穷的飞起。五仔没了，哎，你这边算了，这把没什么好说的，对吧？嗯。我们被两个射手打得出不了门。他这一波不回来，家就没了。不拆，拆不过别人，进不去。好，我们家没了。哎，好，好像还有哎。嘿，赚的死吧。哎，差一下一技能，来朋友，哇！红 buff 你不要吗？8500多2000，打不过。大招！哇哇哇哇哇哇！算了吧，要被咬死了。踩一脚，哎呦！没法玩。啊，这两枪就直接死了啊！叽叽叽叽叽。就差两盘了，别搞了，好吧。我们在五楼补位就好了。最后两把补个位，在一楼很烦，选了个英雄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人选了辅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瞎搞，有毒。
我在一楼选了个花木兰呢，我花木兰我能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不想打辅助，给我选个人。想打射手，看了一眼还是算了。跳，跳就完事了。边路路那玩一下，哎，他们这清一色都是峡谷灵秀，我这个什么峡谷之王看起来好弱的感觉。他干嘛？耶！不上当！来呀，与我一战呐！不会被抢了吧？没有。安心补好每个兵。谁打野？他们打魔，打魔打野，问题不是很大。你是不是要打？是不是要打？打不打？啊，错了呗。小小花木兰岂敢与我一战，是吧？直接没到四级把他压回家，玩不玩？我不回家，我要下路把他打爆。好像有个鸟，打只鸟。这人对这个鸟没想法，那我就把这个鸟给拿了。哎，差一点点倒是，哦，倒是，我就不可以杀他了。哎，不在，那你去哪了？哦。哎，这个就太过分了吧！哎呀呵，真的是他刚才那个什么重剑，那个二技能拉不到了，气到了，买双鞋了，还是稳稳的过日子吧。我带多少攻速？我带了32攻速啊。哎，我好像飘他也不好飘啊，这个人。嗯，开个重剑，他让我飘来飘去，他花里胡哨，他给我一剑，我爆炸了呀。
你们发现了没有？他是不是要阴我？他对我有想法？哎，这逼得我还得先出鞋，我有点难受。哎，他去中路，开玩笑，我的队友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我再去支援一波啊！啊，不好吧 ？OK， 大招这个位置不错，我要去拿暴君，我来。哎，他怎么把别人都打死了？哎，有个鸟吃口药啊！没拉到啊，朋友啊！哦，算了吧，痛。好的，这把我打到了，好难受啊！好好的不好吗？这个蓝 buff 被自己玩没了，我拿这个蓝 buff 去下路，不就带线带得很开心吗？我非要去拿这个暴君，哎呦，我这暴君拿了后，队友又不帮我，我踹了一脚没踹到。OK， 这个人真的是蓝 buff 转移之术。好，这边什么意思？我去出个吸血，还能玩吗？我直接大招走就好了嘛，我想着那个暴君可以帮我挡两下，就挡了个鬼。哎，吃药！哇吧吧吧吧！刺激，吓了我。为什么玩个露娜每一波都这么刺激呢？我感觉压力好大呀。升级了，带个塔吧。哎，怎么还是你拿了？哎，歪了，抱歉。没歪的话，可能最后两个大招他死了呀。总感觉他会往前面走一步，但他们为什么是我的这个想法？是我想太多。没事。拿蓝。找面具，还是找冰心？找冰心吧，稳一点。开始撤退。请求集合。哎，别开玩笑好吧。啊！我卡了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，我真的卡了。我按了半天的大招，他不丢，好烦呐！为什么卡了？真的恶心。不卡他绝对死了吧？虽然结果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很糟心。感谢宋蓝，没你这个蓝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好，他自觉的把闪现交了，交闪不杀，问题不大。哎，他为什么这个闪现可以
这都闪得掉？喂，没蓝了，朋友，缓一波，缓一波，让我拿个蓝。讲道理，让我拿个蓝，这是我的，不容易啊，想拿个蓝。你不会一棒子把这个敲了吧？好样的！嗯，好人，好人，好人！他真的一棒子把这个敲了，我真的是，真的就要哭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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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哟，哎，这都把我顶得开，会玩？哎，怎么彼此从对方的？啊，错错错错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哎，你这个重剑，可以。必须死啊！哎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我怎么打谁谁？要么重剑可以扛，要么这样那的都走了，给点面子吧。哎，又按歪了，好烦呐！一波了吧？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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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他！错了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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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的错啊！痛死！打了吧？不好打。这个不祥征兆是可以的，居然不能一波，打这么辛苦。你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兵不经扛，没办法。是不是一波了，朋友们？一波了吧？上，冲！哎，你血这么少，要不算了。就，我不敢飞进去啊，我怕他一脚把我踹到墙上，我就炸了，我就没进化。要不要考虑一下拿个主宰什么的？哎，我怕，不敢玩了。哎，别搞了，怕。哎，血太惨了吧，这回半天回不上来。啊，急。这露娜不会呀，断大都没学会。开玩笑，我这个人断大是有一套的，好吧？好厉害呀！哼，那当然。下一把，这不就翱翔了吗？还是失误太多了。讲道理，这一把打完后，这个名字不就完美了吗？今夜
夜王者梦。在这么关键在这么关键的节点，就要上王者了，好吧，朋友们，最后一把了，这一把很关键的。哎，是的，国庆都要完了，打个王者，我在这个假日里面打个王者，真是好难哦。这不来首司马懿上王者就完事儿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大爷 ，OK， 上厕所，完美。还剩五秒，哇，怎么是这首歌？赶紧切了。完美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来，敌军还有五秒，我们走起来。我的队友是谁？伽罗爆炸！是的，一血都在我们这边，好不好？伽罗妲己，嘎嘣脆！哇，很难打好吧这一把，对面控这么多，哟，好运来。好，一雪在我们这边，那不就翱翔了吗？我的朋友，让我好好到四级。有了，去，与之一战。啊，我在。啊，对面是不是都掉线了？我感觉很好。他不出来，这人好鸡贼呀、啊。这么懂事儿的吗？别吧，四个人越塔杀，我感觉可以。啊，早起！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都没死！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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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秀我自己，哎，
这个人怎么死不掉了？完了，爆炸！啊，我刚才那个操作有问题啊！为什么我明明感觉我飞过去了，我为什么被这个墙卡住了？我那个瞄的位置没有任何问题啊，结果我被那个墙卡了一波，哇，刺激！行不行？哎，我这血有点残，要不算了吧这个事儿。讲道理，不好吧？人多了，能玩吗？玩不了啊，吃药。别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这样一玩，这有没有搞错？对，完了，爆炸！开始撤退，不行，我感觉不是很稳。哎，刺激。快跑！我怕。行不行？慌慌的。哎，不是吧？这个白起要上天了！这有肉就是厉害呀！哎呦！做了双吸血，不想回家。哎，这真的是这个伽罗守不住我们这个阵容，守不住这个伽罗，你知道吗？他实在是这个猴子配合这个孙膑，他要杀挡都挡不了。可恶！卡都没了。沉默我，不好打呀。不急，哎呦，这真的这个猴子进场我们都管不住，没大空，这个沉默，哇，完了，这个阵容真的打不了。这个就是猴子进来没，这个猴子进来我们一个空都没有，打几空一下，后面没后续了。你第一波团战如果是选了有项羽什么进去吃一波伤害，局面可以打。现在这个局面打不了啊，你现在只能往后拖了，没什么办法，好烦了。
难受，刺激。刷野。知识与无知都是灾难。机会。这个大招是怎么？哇！没法玩呀，没肉。好慢，打不过。两个肉扛在前面，没办法呀。完了，黑暗无际，人类却妄想光明的胜利。这个伽罗是真的拿他没得整。快走快走快走，可以，真是空到飞起。我除非两刀子把这个张良给秒了，但我秒不掉他，装备不够好，6500的经济。
完了，猴子进场了。哎，猴子两剑被秒了。我再走，我再走，我再走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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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。打不了了吧？这！五皇，好像有机会，朋友们，我感觉这一把我能赢。秒得掉吗？哇、哦、酷！OK， 我感觉能翻。这不给上去一波。点不了这个塔。他们少个人。猴子在。哎，完了！可以。我的死活要拼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等一个法穿。这猴子打不死这个鱼的。机会。可以。他们又上当了，这边加速了，讲道理，沉默杀，轻剑，哎呀，漂亮，回头眩晕，眩晕，铁大，扫射，再见，漂亮，发起进攻，哦，我感觉很棒，欢迎我，好，把这个塔给拆了，这边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冲。别管那么多，点塔再说，朋友。两下，两下，啊，可以点这个塔，发起进攻，就打塔。我在天上看着你们。我把兵带过来了，讲道理，这一手，一技能，哎，没能量了，完了，这玩个鬼，要这最后一波了，他进场，我惩戒二技能，一刀，一下两下，一技能过去，一下两下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当然跟我还是有点关系的呀，好吧，不容易啊，打个王者真是累死我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出去看伤害，是不是？跟我还是有点关系的吧？啊，这把妲己玩得好啊，关键性的蹲了几波猴，把这个猴给蹲死了，啊，急，打得我累死了，嗯。是什么？好，谢谢英英怪没事干就。哇！好，感谢英英怪，谢谢发儿加油。啊，谢。来。好，谢谢发儿加油，谢谢阴阴怪没事干就，谢谢。嗯嗯，没事干就干嘛？
啊，谢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啊，谢谢办卡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不是，其实我觉得，啊，谢谢冰可乐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你的火箭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上王者不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吗？为什么就搞得好像哇，你终于上了？其实还好，对于我来说，上王者是时间的问题。等我一次吧。啊，谢谢发加油的火箭，谢谢人间不值得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别玩这个号了，免得掉下去了。开玩笑，我们王者了，再继续打呀，好吧？很简单，到了王者，越过了一道门槛，后面不就随便玩了吗？啊，再输怕不怕？你以为我会王者一夜游吗？我这把再赢两颗星，问题不是很大呀。谢谢发儿加油，谢谢冰可乐，感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。掉下去就尴尬了，就掉得了。我的实力怎么可能卡在王者门口呢？你太小看我了吧。好吧，让我越过王者这个门槛，随便来呀。王者体验卡，你在开玩笑。饮一壶浊酒。我这把打谁？随便打谁啊！今天没有打中单，来一波激情中单，给我选一首干将，好不？哎，别吧，夏天结束了啊！谢谢，谢谢发儿加油，谢谢冰可乐。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就很不是很稳。别人有一首达摩，那我这把我可能为了稳一点，我会选一首芈月。芈月，好吧，那这一盘就稳了。芈月走起来。哎，我这个胜率好像不是很稳，但是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放心，这个胜率都是假的。我去上路。好，谢谢神像无奈，谢谢。这个阵容真的是爆炸。完了，真的要王者一日游了，来个坦克，朋友，行不行啊？坦克，行不行？大力，谢谢以下之名，谢谢你的火箭，谢谢。完了，出事了。阵容不是特别好，我感觉压力很大。其实我不想上路对线百里守约，因为打百里守约很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能不能让他去上路啊？他去上路不好吗？看来是不好了。大仙我带你飞。好的，加油。我一进来看到这一句话把我吓到了，带我飞。玩得不错。你在开玩笑？还有在瞄我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真的不好打射手啊，我好烦呐！放个线好吧，我上路没法玩呢，这个英雄。
好恶心啊，崩了一枪就得走了啊？我感觉他下路玩得挺开心的啊。算了，那我就委曲求全一点吧，抗压抗压抗压。嗯，小走位，嗯，两枪都空了。哎，他打我真的好痛啊！左右横移，打不打？忍你很久了。哎，哇，想吓死我吗？哎哎哎，死，这过分了吧，抓我抓成这样。哎，这几个人我真的都不好秀啊，我这怎么，我闪现躲也躲不了。守个塔守个塔守个塔，哇，这太难了吧。四级之前感受我发育的速度，一定是给师兄一只植物不怕。嗯嗯嗯，他这个沉默打得我很烦。要是生要个节奏并不佳。再见。怕不怕？怕就对了。嗯哼哼哼哼，很少见。赶紧吸。Carry 人带动这些快如闪电。不唱了，不唱，不唱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这个意思？好，没办法。一棒大招，一棒再见。干漂亮，我上路要没了呀，完了，我这一波我上路就这样没了，好烦啊。嗯，还有这种操作，他有闪的，他没闪的话我估计我可以跟那个张良换掉。哎，真的真的让我打得好痛苦啊。啊，我这英雄打战士好啊，打法师，打法师打远程太累了，啊，中路不会没了吧？他恶心两波，点两枪直接没了呀！我在这里左右横补。嗯哼哼哼哼哼，你什么意思？大我，大我，大不大？吃两口药，反手拉，吸血，一技能，回头拉走位 A， 疯狂吸，再见，拜拜，三杀，打不打？小妖怪，嗯，开玩笑，没有人能在我的 BGM 下面秀我的朋友，好吧？嗯，嗯，错了没？错了就对了。嗯嗯，哟呵，不信邪，你信不信我又要打死你了。哎，沉默，哇，这个啊，这个小啊，嘿，这个沉默又把我笑到了，我很难受，他用沉默来笑我，你说我烦不烦？无情三连。嗯。
我大招按不出来啊，他沉默了好久。如果我不出，如果我怎么说呢，如果我那个，如果我按大招的话，哦不是，我如果我出韧性鞋的话，我这个普通攻击是太慢了，普通攻击太慢，这个能量都攒不上来，因为我这个号没有去专门配这个攻速铭文，好吧。嗯，我们还是稳一点。哎呦，这太恐怖了呀，这鲁班活不下来呀，这一波往里面冲真的是拿他没办法。我们这边也越他，对着越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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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着换。有红 buff， 忍不了。啾啾啾！打我，打得动，大招。错了没，小走。哎呀，我的，可以，我应该交闪现躲一波伤害，结果躲不了。好，我痛啊！他们打我，怎么这么痛啊？这不就过分了吗？我这一把还是要做出肉的职责，就不要就晚一点做吸血书了。哎，这太痛了吧！这打两下人没了。司马懿还是很恶心的。我大招躲了没啊？我记得我应该大招堵了他的伤害了，恶心。对，噔噔噔噔，好绕。耶，一棒大招，一棒一星的一棒，哎，漂亮，真的好。冰心有了，先肉吧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阵容啊。缺肉，肉起来就完事儿，好吧。就剩下这样，靠铭文回血，不急，打一点。中路一带，踩颗雷，一技能，跳 ，A， 拉闪 A， 大招，跑得掉。呀，可以的，秒我啊啊啊！好，我跟他死在一起，问题不是很大，相信他，保卫。不急，能玩吗？往下路，让他们带吧。我这太跳了，我闪现想把别人给碾死，但这一波看下来好像局面也是可以接受，浪是浪了一点点。好吧，顶啊，有用吗？顶过来就是尸体啊，这么可爱的吗？啊，不是吧，差一下，等我来。我来教这个花木兰。算了，我教不了他了。慢慢打吧。啊，我清这个兵线好慢。你什么意思？有想法啊？想清楚了吗？跳跃 A， 吸，这完了，没事，我把该吃的都吃了。怎么两下把别人秒了？不好吧？给了个大招无所谓，还在拉，还能打吗？太刺激了吧！哎呦，好难受啊！只差一下，哇，这一棒没打到。哎，你这在里面晃不好。哎。我这是个假肉吧？嘿，对面手真长，我秀不动了。等我，上路刷钱吗？打主宰吧，我觉得决定不浪，再浪不好。
稳住。打暴君，暴君打我不掉血，你怕怕？哎，别！好，他拉的是个肉，他们炸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一技能实力进场 ，A 一下，反手一拉，走过去闪现 A， 直接大招减他速，往他脸上贴 ，A 一下一技能跳跃，二技能，啊，完美，是吧？你越打出了巨大的压迫感，就是因为有大招。这种自信的感觉是别的英雄来不了的。OK， 什么意思？我有大，让我吸，没吸到。乌鸦 ，A 一下吸 ，A A A， 一技能 A 跳大招，嘿，出来，死吸再见，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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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。嘻嘻嘻嘻嘻，我跳！买装备，打赢了，吃口药，完美，是吧？他大我的时候，我刚好大招了。你说他气不气？一技能，跳不跳？不跳，跳进去就是死了。给了我一枪，给他一枪。二一技能，拉走了一技能。清兵开玩笑，我跳 A， 再见，往这边走，扛两下，三下，我大招，问题不大。OK， 中路起飞。拉个野怪，点个塔，他进场，开玩笑，再见。好吧。谁说王者一日游，游得动？啊，为什么不加薪啊？我卡 bug 了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上面几颗星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左上角是不是可以点亮的呀？什么？我被带飞了？你开玩笑？你忘记上路三个？你忘记上路那个人是谁？在十分钟之前，在上路完成了一波精彩三杀。你看看我的输出，好吗？有一说一，十颗星加一颗，挤满了，挤满了干嘛？挤满了可以马老板签名照一张吗？我现在王者两颗星，时刻亮一个哦，这样。满星荣耀王者哦，好吧。大仙在广州，我不在广州了。这才11点钟，我就被禁赛了，很烦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打50颗星吧。50颗星召唤一波神龙。有10分钟，要打波斗地主吗？算了吧，免得斗地主切过去打一把就又切回来了，局面一度尴尬，没必要。你们觉得呢？上王者了没有？上了呀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上王者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怕吧？好，谢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。来把黄金局啊，我主要是
上黄金鱼的号号切来切去很麻烦。嗯嗯嗯，解说一波，昨天不是解说了吗？昨天看到激情洋溢的宫本跟红 buff 的对决，我觉得很好，我感觉史诗级大战。看到这个宫本呢跟这个红 buff 疯狂乱秀，秀的我整个人都眼花缭乱，太秀了，朋友。好，谢谢童小轩，谢谢大漠星痕，谢谢你。嗯嗯，你怎么不玩？我画你猜了。哎，可以。嗯嗯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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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下去过，所以这些段位的这个区分可能我不太清楚，好吗？是先黄金还是再铂金？应该是先黄金再铂金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黄金吧，好吗？青铜，哎，青铜好多看起来像挂机的，不好看呢。嗯，好吧。不是，他们青铜有的时候看起来这个网络状况不是很好，我们换着看吧，好吧。我先去上个厕所吧，我上个厕所回来，你们想好是青铜还是黄金还是白金还是钻石。就等他眉目刚烈你着装，零食酸奶拌着吃，我感觉很好。黄金吧，黄金稍微有点技术啊，这个青铜一天到晚乱搞。黄金吧，看一下。哎呦，五彩缤纷，青铜黄金钻石白银，这什么？哎，这段大乱斗你是想让我嘴巴累死吗？大乱斗可以有一种激情四射的感觉，来，我们走起来。他们怎么不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两边一度很尴尬，站着挂机。可以，你们倒是动起来啊。
什么意思？就一直卡着，这么刺激吗？这都是哪？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某个……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可以，我感觉到应该有个人的机器非常好。中路五一五，现在动了几个？两边都有掉线的吗？貂蝉掉，这边掉不掉？这边掉两个，好，这边爆炸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打。有没有人蹲草？有人蹲草，两边给了个一技能，埋了个雷 ，OK， 百里守约，优势很大。感觉他们有点小卡，什么意思？王昭君掉了，最好玩个鬼。这一看，我觉得好像红色方的阵容会比较好吧。撒了个火，打不打？一技能怎么这么卡？是我卡还是他们卡？啊，吹了个风，啊，是吧？让我们的队友吹个风，哎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这怎么打？哎，这么卡的吗？冻住了，反手一二技能可以 PPT， 我看不了了呀，我感觉这没办法看，退了。观战，这是什么？这又是西西可拉的一波操作。我们再看看西西可拉在玩什么。哎，这西西可拉他不打排位啊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看到西西可拉。我发现这个段位的鲁班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让我看，可以，不允许我 OB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都不让看。为什么？可以，你看这个伽罗这个封面，这忧伤的小眼神，是吧？回眸一看，很忧伤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个人就要欺负他，能不忧伤吗？他又禁止我这个，哎，他说了我休息十分钟，又让我休息再休息五分钟，我真的好烦呐！他不停让我休息，他不让我进游戏了呀。他为什么要让我休息十五分钟啊？那我快点打一盘斗地主吧，好吧，随便赢一波斗，来吧。伽罗厉害吗？你看他那个眼神，你觉得厉害吗？300欢乐豆，咱们 Let's go 排位，继续游戏，开始游戏。好，3456789010勾圈啊，这一波456789010，哦，我感觉不叫，是不是？假如说不叫。他有个九的话，他就真的是个九了。哇！不加倍。我感觉很不好。三六，有没有搞错？七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炸！炸弹圈，小王不要，大王哟呵，怎么跳？教做人炸弹，哈，他肯定不回炸，是不是？他肯定会忍一手，对不对？再见，
拜拜，随便。顺子，我感觉很好。哎，为什么他赢一盘只加600豆啊？他已经被我制裁了。哎，我赢一把，我赢了后我扣的豆还多一些，我这怎么玩？三四，叫不叫？不叫，不叫，不叫。为什么不是五个三？五个三什么意思啊？叫地主。五个三什么意思啊？还可以打五个三？不加倍。五个三是什么打法？五个三是炸弹还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五。我们这一盘等躺吧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六七八九十。OK， 我们等躺吧，没什么好打的。小王。小王啊，可以啊，我们的队友这么强。大王。不出。五个三是炸弹。比四个三更屌哦！早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。七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哦，可以打个十。十，漂亮。接 ，pass。不要，不要。他是不是有四个？打得这么自信？连队。OK， 赢了，等躺就完了。压死！哎，提示，炸他，然后六七八九十，我是不是该炸他了？我不炸他，我的队友跑不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吧？炸不炸？该炸了吧？不然他这个就按照他的节奏走了，炸，炸，大你，大你 ，OK， 过，六七八九十。顺子，顺子，不要！哎，你谁说炸的？我真的好烦呐、啊！每次叫我瞎打牌，我队友有三个二，包赢，打一张三，尖，看到没？翱翔了，要不起，不看到没？把这个节奏又重新拿回我的队友这边了，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配合吗？厉害！一对一出，游戏结束。你看三，行，我不是炸弹的，不要二哦，我感觉很好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是吧？又在这里瞎指挥，不要。我炸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身心成功，瞎指挥很烦。可以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没意思。这个游戏太简单了，我们还是打王者吧。感谢小谷 BP， 谢谢你飞机。差点被你们害了，一天到晚在这里瞎指挥。我看到你是不是那些不停的刷不要不要不要的人，是不是应该默默低下头？你感觉到有点小羞愧没？我刚才不炸的话，不帮我队友抢一波节奏的话，不帮我队友抢一波先手的话，这盘不就爆炸了吗？好吧，不要说话。好，谢谢遗失的等待，谢谢谢谢。我这边上王者了，那边上青铜一了，可以了，两边都在上段位，我感觉很稳。其实讲道理，我觉得这种牌类游戏，我觉得我武汉麻将打的还可以，虽然我这个线下不能打麻将，但是我线上打麻将还可以。武汉麻将，玩过没？
有典韦他是打野，为什么？他先碰到五六连胜的时候怎么杜绝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别人碰到麻将区别我真的不懂，玩过襄阳麻将吗？没有啊。谢谢这个夜谈若清风过，谢你。玩谁？花木兰，我打法师吧。我这来一首《欢乐安琪拉》，他玩中路，让我玩鱼，我很烦，那我就玩鱼吧。夜蛋哦，抱歉，没看清楚，眼睛有点瞎。我这个没办法秀的，我并不是单线鱼不好玩，鱼很强好吧。我为什么带闪现啊？可以闪现就闪现，无所谓。武汉麻将红中赖子杠，好像是的，我也不太懂。我这个人打麻将，我的同学们都不愿意跟我打，因为我在那里拿牌太慢了。有些人打个牌急得要死，对吧？别人就不愿意跟我打斗地主，跟这个打麻将。就像我太慢了，不愿意跟我玩。我要去帮他吧。打把狄仁杰，哦，说这个狄仁杰，哎，这个鸟他不要吗？不鸟，鸟不要我就拿了算了。他过不过来？走啊！你怕真的是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吧？他是不是活在上个版本的？啊，这人是不是活在上个版本？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他的无知让我觉得很可怕。就是你的野怪，你怕不怕？爆炸！还没大呀，决定屏蔽一下。哎，他刚才第一时间跳个大，也许别人能死啊。
哎呀，梦幻开局，还好。他们在哪？在下路吧。打不起来呀，有点烦。把冰心也做出来，把大给开了，回家吧，没什么好做的，好被动啊。往这边带吧，没大，人不齐。啊，你这有什么好闪的？How to play？ 玩个鬼呀！老君又没了，跳个大的，走吧，啊，原地跳，可以，非常开玩笑，屁股后面有人呢，别被拉了，说别被拉，我自己被拉一下，他是个妖怪，走回去吧。啊，中路塔可以推掉，就这么耗着吧。还拉他了，兄弟。还得往后面拖，拖出一个位置。